那你就跟着晨晨啦。吴晨哲选手，你也准备好了吗？骑乘加入牵缆，牵到转弯区的出口 ，OK 吗？这个上车线，不是8:45吗？提早啦，因为很顺利啊。提早了。同时跟大家禀报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，今天的天气。可以进走喽。好，下一组。耶，正式突破我们终点线，恭喜！好，下一组往前喽。选手注意眼节奏跟风筝，加油加油！一号选手准备折，小刚加油，小金加油，加油！小刚加油！好，越来越多人再过一个弯，即将。阿比讲，有没有快死掉？肚子痛。肚子痛，要大便的那种吗？对。有没有快死掉？